亮。你看，天要亮了。闭上眼睛。你想干嘛？闭上眼睛。我不会咬你。边打，你手真巧，谢谢你，我会好好收藏它的。妮妮，做我的母狼，我会一直保护你。妮妮，我想介绍你给狼妈认识。是秘密。我很想他，狼爸也很想他。
我听说狼的一生只会有一个伴侣。妈妈死了以后，老爸就只有自己一个。幸好还有你陪他。你还有其他狼朋友也埋在这边吗？觉得快死的时候，狼就会回到这里。原来狼族圣地就是狼族安息的地方啊。安息，意思就是死了以后安静休息的地方。所以以后狼爸死了，我也死了，我们都要回到这里，跟大家一起安息。秘密，你要下山了。先回你住的地方拿我的背包。不要这样嘛，我再不回去的话，我家人会很担心的。你放心，我有空一定常常来山上找你的。你在这等我，我去采草药。等我。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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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浩伟哥。我们是不是迷路了？再过去一点，好像没路了、欸。浩伟哥，浩伟哥，这狼山这么大，我们到底有没有走对啊？我不想要错过每一个可以找到秘密的地方。秘密留在山上多一天，就多一份危险。没有路，我们就要找下一条。找下一条，各位大哥辛苦了。不会啦。救人要紧，赶快赶快！对，我们赶快赶快找到秘密吧。是，走走，我们就往前走。
我保护你，咪咪。小心！那只狼要攻击你，你们都误会了，是我刚自己手受伤，狼爸只是过来关心我，你们都误会了。不管怎样，你留在这边真是危险，我带你回去。你知道你妈担心你担心到哭了。Ha ha ha!